是的。哎，他就开始慢慢缓慢的摇头，他不会很快，因为要慢一点才舒服呢，催着你，对不对？才舒服。来了来了，上下摇头开始了。还有什么口令？来，小爱小爱，打开负离子，开始净化空气啦，无挡风速，打开无挡风。对，打开六档灯，不听话了，不给你来吧。小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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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来了。你看他的声音还是一样，还是你的声音，他指着我的声音的，他指着你的声音，可能是吧。家人们，直播间的没了啊，这下子没了就过吧，咱不不不不不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这个很，家人们，我说实话，今天这个是一次机会，这个价格前所未有的低啊，前所未有的低，品质，品质前所未有的高。我就问你们家人们，想不想再要把握这次机会？我明天过后，我就再也，他就恢复原价，原价多少？原价599啊。没抢到，是不是想要？看一下。599，五九九，对，原价，今天过了就恢复原价了，家人们还想不想要？想要，想要，把想要打在公屏上哈。不是，再上一波。岳总，岳总，给我们留一点。我们现在这款风扇线下20000多家专柜都在陆续上样当中，对不对？我们线下卖的也很快，对不对？那不行了，我线下卖一台599，我赚的比较多，我这还亏，对不对？你给我留点线下，让我回回血，行不行？家人们啊，这个风扇我喜欢干嘛？我自己试用了一个月。我喜欢干嘛？我家里边我先把空调给开着，我让风扇怼着空调吹，对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这是我自己总结出来一个功能哈，我觉得特别好用。它不仅可以让你的空调循环风，还能够净化你空调的空气。你空调能净化空气吗？不可能。你光卖一个空气净化器都得多少钱？家人们，它还可以净化空气。来，怎么说？这个加库存，再加一点，我加不了了。要么你按照三九九，要么咱们刚刚踢一波单，好不好？399踢波单不可能。来，家人们准备好了，把气球给我放上去。我真加不了了，哎。来，家人们，我真加不了了。直接我给王总，不用打电话了，家人们直接给我再加500单。所有人准备好。我不想给你们留下遗憾，今天错过了过后，很多一位姐姐或者一些奶奶，她可能下单比较慢，或者没想到今天错过了，她可能会想好几个晚上，我这么好的这个电风扇我没有抢到。我不希望给家人们留下遗憾，今天我豁出去了，给家人们再上500单。我还没跟老板说，我待会儿去想办法直接再上500单。还是不要599，不要499，不要399，直接给我199元。家人们直接减了400块钱，你减直接便宜了400，上链接500单。五是3、2、1，一号链接刷新剧本。说实话，叶总啊，从咱们第一款产品我站到这儿开始，你们看一下我的额头，我这汗就没有下去过。啊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你不要一直这个效果，对不对？我必须要这个效果。我刚刚说了，咱是不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啊？那我也是粉丝啊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呢？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没办法。这个、风扇我们是因为只选了你们家的风扇，我们只选了你们家的，我们家好啊，每个人都抢到。家人们，我真的，我跟你们保证哈，我风扇我是这个风扇真的很好，我一点自己选的，一点不夸张啊，家人们，我自己测试了10个风扇，10个品牌，这个是真的啊。其他的风扇声音很大声，10个品牌，我自己测试过10个品牌。夏天也要到了，来，家人们，不知道怎么拍的啊，点击右下角的购买链接，在上方填写好您的地址、姓名、电话，如果需要多拍，在数量一后面点击加号，提交订单就可以了。哇！你们不用扣老板大气了，你们扣叶总大气吧啊！叶总，我这样跟家人们说，叶总确实挺大气的。你能够抢2单，抢2单，能够抢3单，抢3单，为什么啊？你家人们赶紧去抢单，开完了没有了，就真的没有了。送人送品，你给自己的孩子准备，你没给自己父母住在一起的，给自己的父母准备，给自己的爱人准备，给自己的朋友都准备。然后的话，睡觉也不会吵到你。对。第二，然后的话，它有语音，我带他们家人说一点啊，触碰，对，3种。这款风扇啊，说实话哪儿都好啊，就是因为它也是我的一款自用款，我这个人就比较实在哈、我就是觉得有一个缺点啊。有啥缺点呢？就是声音太小了，真的声音太小了，就是我有点凡尔赛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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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个太凡尔赛。 我每天，他说他的缺点是声音太小了，声音太小才好，你这太凡尔赛了。我每天上班走的时候，我总会忘记关，因为没有听到风扇的声音啊。然后下班到家之后一看，哎，我这个风扇开了一天，我的天哪！不过幸好很省电。
就是三天只费一度电啊，幸好很省电，说实话，省电是真的啊，来，声音小也是真的 ，OK 啊，这样您再把它所有的优点给家人们总结一下，可以，可以，来，姐妹，所有的优点，首先姐妹，咱们家这款风扇哈，它配合空调去使用，它被称为空调伴侣啊，可以达到一个省电的效果，你就头朝上吹，对着你的空调出风口去吹，姐姐们，它可以迅速的把空调吹出来的凉空气给迅速打散，让咱们的整个屋子的空气进入到一个恒温并且舒服的一个状态。嗯啊，第二个姐妹，即使你不配合空调去使用，单独使用它啊，它也可以达到一个很清新的一个效果，因为它带了一个负离子功能，嗯，对不对？第三个姐妹，我们这个设计的很轻便啊，台地两用，是不是？嗯，咱们我相信姐妹，你们家厨房有没有装空调？没有，对，厨房没有。夏天的时候我们在厨房做饭是不是很热？是的。如果说你把它放在你家的客厅啊，打开循环的方式对着你家的厨房去吹的话，那么你家的厨房是不是也很凉爽？是的。对啊，因为只有这种循环风扇才可以把大量的风送到你的厨房去。没有了、啊、没了没了没有了，就没了，定时带预约，姐妹们，带定时带预约。这样吧、啊，帅哥，因为这个我们很难得分享一次、嗯、风扇，既然天气热起来了、嗯，可不可以让他们有遗憾的都能够抢到，行不行？我们再加一点，你们再给我加200块钱，咱真的3.9上，行不行？哎，那不可能，家人们，我这个样子，我最后再给家人们加一次哈，这个样子，来把喜糖给我发着。给我发在左上角，我可能几年我们两个人哈，我们两个人马上定亲了，家人们，直接给家人们发一波喜糖，上、哦、来左上角继续抢，家人们都能够抢到啊，都能够抢到，沾沾喜气。这个风扇真的只有这夏天，我们只分享这一次，直播下播以后恢复原价599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的话，这个风扇真的没有任何的声音，它怎么清洗呢？清洗，直接它这个上盖是可以拆开的哈，拆开就可以清洗，姐妹、哦、啊，有一个小螺丝拆开就可以了。来、啊、如果还没抢到把小一给我刷起来，家人们，我统计一下，如果真的有100个人没抢到，我必须再给大家争取一下，我直接给他们的大老板啊，我直接给老板打电话啊，冷到骨子，来家人们，小一刷起来，这么多人，有50个人打一了，60个了，70个了，80个了， OK 没问题啊，家人们，来把我库存给我踢一波，有多少没付款的？80个已经没有付款，80个，家人们，那就踢80个，那就只能有80个。考虑一下我的感受，希望家人们都能抢到，啊、行吧，这个夏天不会再分享。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哎呀，你也是粉丝 啊，我也考虑一下你。谢谢，感谢家人们。来，家人们，直接给我踢80单，5、4、3、2、1，一号链接刷新去拍，刷新去抢啊！家人们，只有80单了，可能10秒钟就抢光了，可能10秒钟就没了啊，只能再上这一次了。这个电风扇多给多家里边多备几个，每个房间都备、啊。这样，今天拍了的家人们，我们还是讲一下。就是有没有售后保障？可以，当然有啊，姐妹。今天咱们直播间所有的电器啊，姐妹，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全场有运费险，超过7天直接给你升级，1年只换不修，全国联保，终身质保。咱就是说，你现在你去线下买一个风扇，对不对？哪个线下能给你做到1年只换不修的，对不对？谁能给你做到全国联保，终身质保，对不对？嗯，是的。啊，是的。右下角小黄车已上车，来教一下家人们怎么去拍。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如果不知道怎么拍的，跟着我走，来点击一下这个购买，这里选择我们的地址电话，如果想要2单，我们就点一个加号，然后点击提交订单就可以了。哇，还有10单家人们没有拍的，赶紧去抢哦，抓住首付。今年的夏天我们风扇提前为你们准备，下个月天气再热的时候，我们就真的没时间再分享了，希望家人们都能够抢到这款风扇啊，静音、遥控、语音、触碰，而且的话可以拆成台式的啊，还可以它的风挡是有8个档的，而且家人们它有那个负离子功能，是清晰那个空气的，所以的话是多功能的一台，你们在外面买199真的是很难得，希望家人们这一次拍到之后，下一次再让我们分享真的不会有的这个风扇，基本上你们在外边尽力了。叶总，后台很多阿姨给我们私信还要这个风扇，还想要发完了，对，8档风，如果可能王总那边不行，权限不够，你给侯总打个电话，家人们，这个样子
真的不用一直跟谁打，跟不跟谁打都得。因为说实话，我们家这款风扇，我现在全国线下20000多条专柜，姐们，现在就是夏天的季节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多线下门店都没有现货了，但是咱这边是现货，对不对？必须现货，已经很有诚意了。再加上我们家这款风扇，今天说实话啊，姐们，三种控制方法，一种遥控器控制，一种触摸屏控制哈，一种是这个叫语音控制啊。比如说晚上我们躺床上，对不对？我们想关掉风扇，或者说我们想调一下这个叫档位，对不对？咱们啊，它的语音到时候会给一个卡片吗？说什么可以有那个？当然有，会有说明书，说明书安排上。对，说明书上面直播间家人们有那种你叫他小爱，他的名字也会，你看他马上就出来了。然后你就说上下摇头，他也会啊。这样来演示演示。你看我在这演示，他就在这我80分。没有了就过呗，你喊啥呢？过啥呢？过来，家人们，私信要这个电扇，全都说想要。这样，林子，你们在无中生有，暗度陈仓，颠倒黑白，电脑是时候，我跟你讲。来，你再演示一下这个。我不演示了，我过了这个。哎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这个过了你。小爱，小爱，家人们，你们是不是想要？想要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有说明书，必须有啊！来了，给你，真给你啊！我太给你了啊！这个东西，他们全都说还想要，这咋办？打开左右摇头，打开负离子，打开无挡风，打开无挡风。家人们哈，又不听我话，直接左右摇头啊，直接是负离子，它可以净化空气的。小爱，上下摇头。听到没有？我说的话，他就秒回我。来，你普通给你吧。来，不说了啊，再给我提一波库存。不用提了，真的。我再提，家人们，我这样不提库存，我直接加库存，再给我加个300单，直接上链接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提货链接刷新巨牌。哇、哦！是的确讲，可以放在床上啊，可以拆下来。右下角家人们已经上车了哟，库存不多，拍。没有了就真的又忙了一下，没抢到，家人们赶紧去抢啊，赶紧去抢，又上了，最后上一波了，可能10秒钟就抢光了。说实话，就最后一波，我再最后讲一下，就真过，好不好 ？OK， 真过、真过。因为说实话，姐们，今天我们这款风扇哈、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啊，久吹不头疼那种风扇，其实是在炎热的夏天，对吧？你想睡一个午觉，对吧？你不想开空调啊，你让它对着你直吹，你睡醒之后你都不会感觉到头疼，就这么给力啊。再比如说，姐们啊，咱们有那种空调病的，对不对？在空调房待时间久了之后，感觉浑身不舒服，不喜欢进空调房的有没有？对不对？再比如说，咱们这个叫吹空调，压根都睡不着的有没有？就是咱们因为，反正我个人都不喜欢吹空调，我觉得吹空调之后第二天整个人都是软的，头也很晕。这种自然风吹着好舒服呀，是吧？可能是因为我是农村的，我喜欢我们家乡那种自然风的感觉，对，吹出来就是。很舒服，你知道吗？没了没了没了，家人们，来可以把它请下去了，没了啊！这功能就是把人肉拿。待会儿家人们，你们还想要一台也没了，真的，一台也抢光了哈！赶紧去抢，一台都没了啊！现在没有了有，一台也没了，哎呀，太。这空调就是冻肉。我给今天的家里边人，他的妈妈，他的家里人老人，他们都一人准备了一台啊。吹空调。对。这生意也很小。空调你第二天起来不舒服，这空调吹着又凉快又舒服，第二天起来精神倍棒。你吹空调第二天起来精神都没有啊！真的，我说实话。这个大家都能体会到啊。然后今天家人们没有拍的，拍了没有付款的，赶紧去抢哟。可以升价就没有，而且可以用到台式，可以给它拆下来，它可以装到台式，就这么高，这么高一点，这么高啊，可以在台式，可以在床头柜用啊，也可以放在地上用，什么都可以。对，多功能啊。这样子，你们家的那个绞肉机有点牛的，破壁机。有没有破壁机也有，他们家绞肉机那就先来，他们家的那个绞肉机来，哇塞，杨哥，绞肉机荣事达的王牌给你们安排上啊！王牌飞行员必须把王牌飞行员出战，申请出战。而且他们的这个绞肉机很好清洗，颜值很高，有没有？我们公司有好几个姐姐都家里用的你们家的这个绞肉机，包饺子，包饺子，做辅食也是可以的，做辅食包饺子，对。来，今天这款绞肉机哈，家家必备的产品，我跟你讲啊，因为它除了可以绞肉，像什么平时咱们葱姜蒜的辣椒泥、辣椒面哈，包括和面它都可以，一机多用啊。
为什么呢？还可以和面呀。对，因为我们这款用的是大电机，知道吧？300瓦的铜电机啊，姐们，很多姐们都知道哈。现在市面上像这种搅拌机，价格参差不齐。是的。对吧？有1000多的，有2000多，不是什么1000多的，有这个叫100多、200多、300多的都有，对不对？嗯。啊，那么差距在哪里呢，姐姐们？啊，留在直播间听我给你们解释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要不要买没关系啊，以后去别的地方你也不至于踩坑。哦，相当于你们买不买没关系，他可以教你们以后怎么去买。对，咱们要挑选一款好的绞肉机、嗯、啊。现在市面上的话呢，绞肉机哈，很多都是那种不锈钢碗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种不锈钢碗呢，咱们都用过，一容易串味儿、啊，是不是？二的话呢，它不容易清洗。哎。啊，三啊，你还看不到里面食材的状态，对不对？因为它不透明，每次用的时候你都得打开来盖子来用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今天这一款啊，姐妹直接是采用了一个高硼硅的玻璃杯体哈，看一下，在兼顾了美观的同时，也方便清洗，可以看到里面食材的状态了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第二个，姐妹，今天我们这一款的刀头哈、啊、是钨锰合金钢的自研磨刀头，啊，我们今天就这一副刀头，但是的话呢，今天我就可以给咱们直播间现在先做个承诺，好不好？承诺啊，如果说一年内我们这个刀头有任何质量问题，有任何变形，有任何生锈啊，那么好，你就可以把它拍个照片就可以丢掉了。你把照片发给我们的官方客服，我们再给你发一副新的刀头，给不给力？给力啊！这个就是我们对我们产品的信心，这还不够、啊、第三个，我刚刚说了，我们今天是采用了一个大电机哈，300瓦的铜电机，姐们，铜电机有什么好处？第一，声音小，对不对？第二，速度快，对不对？第三，寿命长，是不是？啊，说这么多没有用，姐们，现场给你们展示一下，想不想看？姐们，想看打想看来。想看。对，必须得演示一下，来，直接家人们，实践才是检验。这个就是我觉得家家必备的，平时他打的也很快，而且打的也很均匀。对，绞肉机这个非常的好，在家里最讨厌剁肉馅儿，多功能的，而且可以很方便清洗。来吧，直接展示。来嘛，啊、你剁肉馅儿还很不安全啊。绞肉机直接解决了，来，对呀、啊，真的，直接这么大块的肉，姐妹，你们看一下，这么大块的肉，哇、哦，不用用刀切小吗、啊？不用切小块，今天故意选的大块，来嘛，啊，就是为了展示我们这个叫绞肉机的神奇之术啊，来，来，直接来，它瘦的，再大块一点啊，连皮带筋的再大块一点啊，哇，来，再放一块，大概是小2斤肉我就放进去了啊，来，直接盖上盖子，啊。我们的绞肉机也是一样的，什么叫大品牌，姐妹啊？假如说家里面小孩子手痒了 啊，非得把手放在这儿挠痒，挠一下疼不疼？疼疼疼是吧？我们的手摸着打开没反应，好清楚啊！对，大品牌就这么安全。意思他没有接触这个绞肉机的这个地方的话，它就不会启动的。对，它就不会启动，它有感应装置，安全有保障，家人们，一定是你完全放好啊，来。左右放进去，左右转一下啊，上面转，下面跟着转，代表卡扣到位。然后上面有两个档位啊，有一档和二档，一加二等于几？一加二等于三。真聪明啊！来，两个同时按着就是隐藏的第三档，你可以来操作一下，两个同时按。对，对，就这么快，来，咱们倒数10秒钟，十、九。太快了，有没有翻车呀、啊、咱们有啥说啥，你们的秒是真快，对啊，虽然说你们的秒很快，但是今天我这个没有任何问题，来，就这么有信心，原子马上可以煮一，是的，吃饺子吃原子了，直接见证期的事，给我拿个盘子过来，来，来拿出来给你们看，姐妹，让你们看得更加的清楚啊，哎，哇，来，哇，想一下，姐们，如果说拿刀剁的话，你们剁成这样要多久？20分钟啊！剁完之后，你会发现你家菜板上面凹下去一部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凹下去的那一部分哪里去了？哪儿去了？肉里面去了。到菜板肚子里去了，是不是？来，姐们，要的扣一。香腰的直接扣个小一啊，家人们，对，这个确实很不错，我希望家人们你们安全，不仅安全还要健康啊，是的，安全都有保障，安全还要好用，它只要不盖上去它是不会启动的，对，这个是有安全保障的啊，对，这样我们家
直播间的姐姐和阿姨们都在扣音，因为这个确实是家家必备的啊。对。包饺子呀，包括煮圆子呀，对，又给小朋友做辅食，是的，很方便。对。你这样子，你就说个价格嘛，他们都等不及了，想要的。我们这一款哈、啊，统一价格是包括线下啊，299，姐们。统一价格包括现在是299，299，对，你放心，绝对值这个价。 OK OK、啊、没问题，多少分？今天在咱们直播间，家人们，我听他这个价格我就兴奋了，虽然说不贵，但是299，来你说多少分？我还这么好的东西，对不对啊？他品质越好越